Hello，大家好，我是会动的 Search BA Frank。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下呢，影像监控市场呢与未来的运用发展。好，那其实我们会通呢，其实也是在工业网通相当知名的厂商。那我们其实是在这个瑞典北欧集团下面的。那我们北欧集团呢，旗下有三家公司，一个就是北欧电子，然后就是专注在工业的 HMI。那为什么呢？就是专注在一些轨道交通的应用。那我们汇通的 Cornis 呢，就是专注在工业网通的相关产品，包含有线跟无线产品。那我们是在2011年加入贝尔集团的。那其实呢，我们在相关的一些垂直市场呢，其实有相当多元的一些琢磨啊，不管是在 Energy 能源呢，还是在海事。或者是在一些英法一些基础设施，其实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产品，然后更重要可能就是交通或者是制造业，然后一些我们一直在讲的 smart city，其实我们汇通呢都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给我们的客户。OK，那其实在监控市场其实蛮有趣的，它其实是一个很主流的一个应用，不管是在所谓的CT security 呢，或者是说相关其他的部分，监控市场呢，我们看到的趋势就是它在未来基本上只会越来越重要啊，越来越重要。因为不管是在所谓的一个国家安全、城市安全，或者是一些什么车牌辨识、人脸辨识这些相关的应用，所以在一些 video surveillance 监控市场，它是其实有蛮多一些大的一些趋势啊，我一直在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第一个呢，就是它会有比较高的一个 resolution，就是一个解析度的一个应用，然后以至于呢，它相对上它的对所谓的网通速度的频宽也会要求提高。OK，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在网通里面有一个叫 PoE 的一个技术，就是说它在网路上呢，除了可以存资料之外，它也可以传送电。哦，这也是所以这些 PoE 的技术的一个演进，也可以再增加越来越多的那种弹性跟所谓的扩充性。那第三个呢，就是无线的技术啊，就我们知道说，无线技术在未来，不管在消费性的，甚至在工业的，或者是这种监控类产品的应用，也会越来越普及，然后可以实现一些就是没有距离的限制。那再来就是最后就是一些 data redundancy，就是所谓的冗余的技术，并且在很快的一个 recover time 啊，刚才回复时间就要把网络的有问题都要把回复回来。我觉得这四大块，那我会一一的跟大家做个介绍。好，那首先第一个趋势呢，就是说，当解析度提高的话，其实我们知道它相对上对于频宽的要求也会增加。OK，那其实，在传统上呢，在工控里面，以网通而言，其实大概所谓的一百 mega 啊，就是每一百 mega 这速度其实就有些就还蛮够用的。可是，在数位影像的时代啊，其实这个一百 mega 其实已经不够用了，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不管所谓的 Full HD 或者是什么 4K 影像，有没有？这种越来越高解析度的应用越来越普及的时候，所以速度的提升也是这个很大的一个趋势。OK，所以我们看到说，不管现在从传统的100 Mbps，再到现在的 1G 甚至10G，都是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很多应用，那包含哪些呢？包含像什么人脸辨识，或者是说 Smart City，或者是一些健康类，或者是车牌辨识，甚至农场很多。这些不同的应用其实他们都会再提升对频宽的一个要求。OK，这是第一个蛮重要的趋势。那以我们在这种很多国家都有那种所谓的高速公路 highway 的 surveillance 哦，其实客户很常应用就是在所谓的不同的那种 ETC 的那种闸板哦，它会架设一些所谓的 deep learning 的交换机，然后把当下的这些录影的 camera 的影像，把它串集起来。然后用 RAIN 的方式串成 RAIN，然后呢再传到所谓的 backbone 骨干的 backbone 的交换机，那这时候有可能会透过 10G 或者透过 1G 的网路，去加大它的频宽，那这些影像呢可以更及时的一个显示，所以这些是蛮重要的。第二就是速度，第二部分就是所谓的宽温设计。其实我们还知道现在全球暖化非常严重，有些国家像从中东好了，甚至欧洲那种夏天40-50度的环境温度已经是非常常见的，更何况说他们这些户外的设备还是在一个所谓的 cabinet 安装上里面，OK，
所以这些 cabinet 这些机壳里面、哦、其实温度有可能都已经六七十了、哦、所以坦白说那个传统一些比较偏消费性的产品的网通设备根本它的设计没办法符合客户这种放在户外使用、哦、所以 这时候呢宽温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OK， 那我们会通的产品呢，我们的设计基本上都是从负四十到七十度、哦、所以像现在冬天也是有那种极端气候负二十、负三十是很常见的，然后高温的话到七十五度、哦、所以在这种地方都会大大提升所谓的稳定性，在这种很极端的气候、哦、所以以这两个趋势我会觉得说、哎、这就是既然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都会跟客户讲说其实这时候你就应该选用所谓的工业设计的产品，那刚好就是我们会通不管在有线或无线产品都是有这样的数据。好，那第二个趋势呢就是所谓的 PoE 的技术、哦、那 PoE 的全名叫做 Power Over Ethernet、okay， 那顾名思义就是说它是在这个以太网络呢上面还可以供电、哦、一个可以供电。那其实 PoE 呢 有几个好处啦，第一个就是说它除了从我们传统都知道说我可能只是用网路线来传资料 OK， 可现在有这个 PoE 技术呢它可以从同时供电 OK， 那比如说一个路口，一个路口原本有八支 camera，可你原本就要拿八支的电 OK， 可是现在有 PO 这个技术呢 你都只要一个网路线，因为你本来就会把 camera 接网路嘛，对不对？可你要再透过这个网路线供给电，所以你这些 camera 都不用额外去拉电，所以这个你可以更大大的提升所谓的弹性跟所谓的扩充性。那 PO 的技术呢有一些演进，从2003年我们 802.3AF 它就是15瓦，它就是一个 port 和一个网路 port 可以提供到15瓦的电，一直到2009年 AT 是30瓦，已经到最新的2018年 802.3BT 90瓦，当然我们都有相对的产品可以提供到符合到 BT 的 solution、啊这个、那这个对客户也是非常足够的。你要想说90瓦我可能连一台电脑或者是所谓的电子看板我都可以包完了、哦、所以它的应用其实会更多元。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好，所以你看到说我们从 PoE 的可以接的设备而言，因为我们以交换器我们叫做 PD， 就是跟这样叫 PSE， 就是提供 power 的 power source， 那以接收电的那一方叫做 PD， 叫 power device OK。 所以你看到从90瓦的应用可以不管从比较大瓦数的 AP 或者是说一些 kiosk 甚至什么一些healthcare 的那个健康的或者是 POS 机啊，或者是有什么红外线的这种 camera 之类的，或者甚至那种电子的那个 lighting、哦、smart lighting 那些都是可以符合的。所以可以说我们在 BT 的应用上面，你以后我们可以想见、哦、这个在未来几年可以越来越普及，以及的应用越来越多元。那以我们公司呢，我们会通常就是圈内的5200系列的，我们有90瓦 PoE 的产品、哦、然后可以提供客户做一个搭配。那第三点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无线的技术。其实无线技术就可以去实现所谓的一个，就是无线然后时间 unlimited 也是无线的翻译 unlimited boundary， 就是说我现在我的环境都不会受到一些限制的。比如说有些地方我可能用拉线的方式，我非常不方便，我可能只能透过有线的，我只能透过无线的方式。这时候呢，透过这种无线的 AP 或者 cellular 产品，我就可以去帮使用者的实现这种你不用拉线，我一样都是透过无线的方式再传一下 OK。 所以在这种 wireless system， 就是你可以如果你因为你的环境而限制不能有线的，这时候我推荐客户用我们公司的无线的产品去做个使用。那第四点呢，其实就是我们在讲说所谓的冗余啊，叫冗余，其实就是说 data redundancy will show recovery， 就是说我现在你难保在你使用的过程中，你不管有可能你的设备会出现状况，或者是说你的拉线你可能被撞到啊，或者是线损坏啊，有没有？以及通常使用者会希望说，我有没有可能有什么样的冗余技术可以确保我的设备我的网路呢，在有一台或者有一个产品有问题的情况之下呢，我可以网路持续可以稳定OK。 所以这时候就是用公共最常见的叫 RIN、哦、就是 RING 这个 RIN 的 protocol。 那 RIN 的演进呢，从早期的 STP 你可以看到它蛮久的几十秒，到 RSTP 4秒，
以及到最新的叫做 ITUT 802.3 就是 ERPS， 它最短的 recovery time 就是50个 millisecond， 那这个对工控的对工控使用而言是非常足够，因为你看都不到秒级、哦、我就是可以在我的确保我的比如说我现在我的线、哦、可能被使用者被其他人、用坏了好了，可是我可以快把 recover 回来、哦、然后而且不到秒级的单位，所以这 ERPS 是现在业界蛮主流的。那我们公司的产品基本上我们都 support 这 ERPS， 那我们都会推荐说客户说哎，如果有标准的 protocol 就是用标准 protocol 就好，所以我们都以论的标准而言我们都会推荐客户说你就是用 ERPS。 好，那这也是 蛮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说、客户但是在使用我们家的电热产品然后再串成一个论的时候，然后因为它这些 camera switch 它就接到一些 camera IP camera， 然后把这个影像传到 switch， 然后 switch 之间串成 read， 然后呢我们有产品有 support 10G 的 10G 的 OK， 所以你可以往上传的那个可以实现一个 高速的网络传出 OK， 所以我们在以下如果有什么 issue 的话它可以快的 recover 回来，所以这是在 surveillance 而言是蛮重要的一个应用。Okay， 那这个是在一个我们欧洲一个客户的一个 tunnel 一个使用，所以他的 tunnel 你看到我他接的东西非常多、哦、可能就是有个警报系统啊，还是 IP camera 啊，或者是剩下的一些 detect 的一些 sensor 之类的 OK， 所以客户呢就搭配我们从电热的交换机到热泵交换机，也包含二层跟三层交换机 OK， 那我们客户一直选用我们的一个原因哦，大概有几点，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产品非常稳定，好，因为这种在户外使用的，其实还是真的要选用工控。那我们在工控而言，其实基本上我们的产品是非常稳定的。OK， 那再来就是 PoE 的相关的功能或者是技术，我们不管是有 PoE 的scheduling 啊，或者是 priority 等等，我都可以让客户在 PoE 的做一个比较多元的一个应用。那再来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公司都是习惯说我们可以搭配最新的 protocol。这样就是让客户你就不用用绑在某一家的某几家的特定的 protocol， 因为 protocol 就是跟语言一样嘛，我建议大家都讲英文或者大家都讲中文我们才能互相沟通，对不对？所以意思说我如果用标准的 protocol 你才可以跟其他家不管是跟 Cisco 呢还是跟其他家可以做一个相同性的整合，这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优点。好 OK， 那可以看到说这一页就是秀说我们公司在这些Surveillance Solution 也是洋洋洒洒，从非管理型交换机、哦、到管理型 Layer 2， 再到管理型 Layer 3， 我们都有相对应的产品。那除了 RJ45 之外呢，我们有 MCR 的产品，就是不管这种就是 MCR 这种比较可以锁付的，我们因为有些应用比如说公车上面他可能会习惯做 MCR的产品、哦、我们有相对的产品给提供给客户。好，那在无线的部分也是，那我们可以那说我们有蛮多大项的，最基本的你就可以分所谓的室内跟户外使用 indoor 跟 outdoor OK， 那 indoor 跟 outdoor 再往下分我们有分所谓的 wifi、哦、或者是所谓的 cellular， 那 cellular 我们产品也是包含有 4G 甚至最新的 5G 的产品我们都已经量产了 OK， 或者是有些要更 heavy 的使用，那可能就是我要 cellular 再加 wifi， 所以我们也相对应的产品。那最后就 LoRa 我们就知道它就是一些比较低速的，然后是一些 low data OK， 而且它可能就是比较适合在环境监控，那些客户会用一些最新的 LoRa 技术、哦、所以看到这些全部都是工控类的无线的产品 OK， 所以可以总结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四大趋势、哦、其实我们公司在影像监控跟应用、哦、其实琢磨很多，那我们也一直深信、哦、就是说在这种影像监控市场在未来这几年只会越来越普及，越来越普及，而且它的可以接的产品以及接的不管是 IP camera 啊，或者是说一些 smart lighting 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不管软体或硬体的应用会越来越普及、哦、所以这时候呢我们都会推荐客户说就是选用工业的工控的产品 OK， 这样可以才可以确保说你的环境可以 常常也可以用的比较稳定、哦、你不要说常常因为说啊，我现在因为温度而让我这个机台出现问题，那你要很快换机台，其实是很对使用者是很麻烦的，而且很多这种都是偏向基础设施的一个建立 OK， 所以我们都会推荐客户用工控的产品。那
那我们汇通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在于说我们的有限加无限的这个投资是相对于业界是更多的、哦、因为同业有可能只是有限强或者是只是无限强，那其实看到说我们这个有限加无限的 solution 是非常多元的、哦、所以客户可以在我们公司做一个类似 one stop shopping for the 就是对这种工业网通而言。Okay, 所以这个经济上呢就 主要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关于监控市场以及未来的一些趋势，然后留给大家做一个讨论、哦、以及做一个 分析这样。Okay,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不用客气，就可以写 email 给我们业务呢，或者写信到公司的官网也可以。Okay, 那以上就是我的介绍，那先谢谢大家。